流风传着秋风消息，在我心间断下悲凉的音符，还要多久当天再来？恕我一样前来真的阎王祭请，多谢你前来，阎王就在来当中。我自己进入真的便可。当天不来，我便不能盼着春日得到暖阳，小阳依然江淮冰雪，冰雪不融，我便离不开这片寒地。等啊等啊，我的等待离开。哎呀，阁下我瞧有地，就便入孤风之中，请将素布一件免袖遮风。快点！有丢地了，素文君。哎呀，紧张紧张紧张！风天地动，变数突起，有救人的素文君，却反被阎王扣住命门，伊该如何脱身？有些大将变掉神，变掉的剑，一张紫霞剑刃将要映照。乾隆必将斩剑之分，有何结果？有比一连串精彩小说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爆裂戏。听了今夜之《红亭剑海录》第十一集，幸福。